肖战身穿蓝色西装录制新 MV， 低头浅笑魅力十足，网友帅炸了。近日肖战现身拍摄我和我的祖国 MV， 一身浅蓝色西装干净清爽，不时低头浅笑，凸显精致五官。肖战此次穿搭选择的是浅蓝色的西装，而且还比较修身，展示出了他迷人的身材以及好气质。哈哈，这么帅气的穿着，相信这次有很多小迷妹和小迷弟被他收服了吧。关注过肖战的人相信很多都知道，一般只要在正式场合，西装就会是他必选的穿搭，从而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表现出他对该场合的重视。他此次参加录制 MV 所穿的深蓝色西装，在颜色方面就特别抢眼，男生穿西装一般都是非常帅气的，有棱有角的西装能够将男士精致绅士的一面展示得淋漓尽致。